我是刚刚的时候到了18，跟你讲呢。5月18号，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8:34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我早就盘到6号是女巫了，现在在猎人的旁边而已。抱歉，1044就三眼看我七毒的一匹子。我小面干嘛？按暂停，都电话打就光。那你怎么没有毒我？我们到追到女巫啊！我们追到女巫，懂不懂？我追到女巫，1044用三英镑去了 PVC 哈，在台北站停好，谢谢哥哥，先到了，拜拜。5月18号，5月18号，台北站停8:35，拍摄，谢谢哥哥，先到了，拜拜。